神下凡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我算通过考核了吗？前辈，这里离协会有些远，步行太慢。你好，这里有三种颜色不同的驼兽，你可以挑一头喜欢的。他们啊，他看上去也很喜欢你呢，快骑上试试吧。啊，苏兰城可真热闹啊。怎么样？考核通过。恭喜你通过了入会考核。冒险家协会的宗旨是太……期待你成为一名伟大的冒险家。现在，请在登记手册上按上你的手印吧。协会给你安，接下来请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别紧张，很简单的。啊，核对完成，异世界俱乐部欢迎你。还有些事我要单独告诉你，请到一楼的档案部前稍等我一下。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下属的秘密机构，并不是所有的冒险家都知道这个地方。看看，是的呢。作为云锤最大的异界来客交流基地，这里有大家从各个世界带来的新奇东西，还有不少新鲜的资讯。主人可以先四处看看。
中注定。虽然你啊，这居然是我们炮啊！不错，英灵是听从召唤来到现世的特殊灵体，有着自己的过往与理想。如果遇到投缘的主人，会相伴左右，誓死追随。鸡，好温暖的感觉，鸡感受到了一股啊，已知的外来者中，唯有你能与流星碎片产生共鸣。从蓝星来到这里，兴许是应了冥冥之中的天意。你就是秦少师先生信中提及的记名弟子，我是周崇卓，乃是我派武学可分地罡与雷罡两派，迟钝不动如山，举戟轻掠如火。弟子们惯用左手持钝，右手举戟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对了，你作为海外弟子刚到苏兰，应该有许多地方需要花销。
主人是协会的会客，待遇自然不一般。这是什么？看上去似乎和流星碎片有些不一样。主人的愿望被神明听见，在您身边落下了一片星光。你说的对。倘若有朝一日，你所守护之物与你的挚友无法两全，你当作何抉择？如若它存在于世，就注定会将一切化为焦土，你又当如何？遵循你的心意，龙渊之门已经开启，我将在此等候你的到来。这里是我。一个人留在这里侍奉先生左右，很闷吧？怎么会？先生指点良多，我也获益匪浅。封印松动以后，这里的石灵也开始不安了。师姐且慢，此处的禁制总括龙渊诸境，不可强行破解。